吃完了八斗子人气最狂的小吃，接下来要吃的餐厅也很狂，表面上是寿喜烧，殊不知内有乾坤。接下来这个厉害了，寿喜烧，目前来讲看起来是跟一般的寿喜烧是大同小异，是差别不大，嗯，对不对？那他们是先多了炒那个，把洋葱跟牛蒡先炒过，把那个锅气的那个，所以说我们来的每个人都你都会这样炒吗？是的，我每个都会这样炒。好来，感觉好吃吗？好吃。我跟你讲。一个一个煮，一个一个涮涮的味道是不一样的。一般这种糕有时候味道会太死咸或太甜，它的味道咸就过来。对，它味道刚刚好，它不会让这个肉的那个自然的甜味消失掉。这家寿喜烧果然是机关重重，吃法超狂。首先在酱汁部分就比别家少一半，菜干锅吃法。第二，尊荣级的桌边服务，不管吃原味、沾特调酱、夹牛蒡、包烧饼，怎么吃最好吃，都有专人口口把关。第三，同时也是惊喜彩蛋，只见店长另外变出青葱辣椒九层塔，外加一盘鸡肉，这不会是要下锅炒吧？这个需要加价吗？不用不用，这是包含在吃到饱里面。哇，那我们现在放的是鸡腿肉。怎么样？这家店厉害哦！我们应该从日本的寿司烧，跑到那个烧烤店，对，接下来跑到热炒店来了。对，而且其实我们一般吃寿司烧都是牛肉跟猪肉为主，很少看到还可以吃到鸡肉，而且它这个鸡肉看起来就不是随便的鸡肉，是鸡腿肉。对，我是不是内行人？内行，看就知道了哦。好香哦！它不是随便拿一些那种旁边的肉啊来糊弄的。加价是什么？现在加的是米酒，米酒，对，米酒的话最主要是要让它的鸡肉软嫩，对，酒香，对，哦，好香哦，突然觉得这锅子好好用，哎，好像可以买个锅，哎，这锅子有在卖吗？我想买了回去，有在卖吗？对啊，没有，我蛮想买回家用的，是，可以煮火锅，可以当烧烤，还可以炒菜，它的传热导力又很好。真的来吃的，你就是现场这样炒给他。是的，这真的不得了。哎，我觉得这除了吃饭之外，是另外一种视觉的享受。对啊，因为就是那个过程已经把你的食欲挑起来了，对，而且还是吃到饱。而且重点，这个是不加价的哦，它的彩蛋就在厉害在这个地方。这每一道菜，你去外面去叫热炒店也要多少钱？你看看，对啊，哦，你挂满了。他把所有的那个九层塔的香气、姜的香气都跑到里面去，哦，味道有进到那个鸡肉里面，好好吃，这个很不得了哎。哎，我觉得这家店厉害哎。像很多这种三杯鸡，它可能比如说是九层塔味道会强，或姜的味道或是辣椒，它不会，但是真的每一个味道都是刚刚好的。哦，那等一下，我们最后面还给你尝菜单，鲜的部分。还有。对，所以可能要留一点点的肚子。好扯哦！这个快炒店对不对？等一下要到海山打，哎，哇，香啊！哦，就棒哎！哦，它蒜蓉的香气好棒啊！有没有？有咖啡可以很多哎，因为。其实我们去一般很多热炒店，它不会开背，那顶多就是帮你去头，然后能炒一炒。可是有开背之后，你整个那个蒜蓉的香气都进到虾子里面了。从寿喜烧热炒店进化到海产摊，这家店的料理还真的是彩蛋连环爆，而且只要跟店长认识的够久，他还会偷偷献宝，供出这道板豆腐。这道可以说是功夫菜，为了让板豆腐充分煨入寿喜烧的酱汁，起码要等15分钟的时间。究竟长久的等待值不值得？就请三位主持人试吃看看喽。哦，好滑，而且。因为它的豆腐有稍微先煎过那个酱汁嘛，所以那个豆腐整个都吸到那个酱汁，所以很多的豆腐是这样炒过是没有味道的。对，但它是有味道的，而且那个蛋啊炒过那个锅，哇，好厉害哦！我想问一下，你吃到饱这样一个人是多少钱？中午的话是399加一层服务费，晚上的话是439加一层。是这样，439跟399吗？对。哎，对，加起来不到500。我跟你讲，傻眼。就开车从台北开过来都划得来，都值得，都值得。
我的老天儿啊，这破天荒的价格哪里找啊？基隆超颠覆的彩蛋玩法，直到现在剧情是越演越烈，彩蛋也是越出越多，下一个彩蛋又会有什么惊人表现呢？这家店啊，钟哥的礼物啦，大礼啦，好不好？这个东西你应该会很感动哦。什么？就是钟师傅孔雀石不要你算这么多你好了好了，我真正的礼物帮我拿下来好不好？哇，好大哦！真的假的啦？你知道他喜欢你们把行李箱打开又一个空的，然后两个盒子，一叠一叠，哎呦，真的，而且他每次买那个行李箱都不够装，我买30寸的，最大的，哇，谢谢啦，谢谢，银色的，他最喜欢的银色的，然后这个这个密码的话，你自己回去，我就是现在目前这个密码，我觉得这密码还蛮好的，我觉得520吗？